吧，你想我没啊？不怕，我大呢，啊？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孝敬你老人家。我告诉你，新疆有两大宝，一黑一白。黑的是石油，白的是棉花。你能签下这么多合同，这成功的脚步就算从咱炸棉厂迈出去。但是光有这些合同还是不行啊，你还要经常下去检查棉花的种植情况。哎，保证明年秋天能把棉花收上来。嗯，只要收上来，这利润至少得300-500万。我大一辈子守着一口井，我真想在我大的科巴井周围种上白花花的棉花。科巴井，啊，我有个朋友也在科巴井。你大叫啥？杨大水。怪不得我一见你小子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呢，果然是龙种，让我给看准了。你大呀，好人。你知不知道我和你大杨大水是什么关系？啥关系啊？杨大水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金老板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大说我在这儿，我大要知道我在这儿，肯定把我当逃兵一样押回克拉玛依。你小子实话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好，我实话跟您说，队长啊，钻进工程室来电话啊，我们今天的钻进进度是多少？钻进进度，告诉他们，这几天呢只能钻进十几米，今天呢超过40多米了啊，看来已经穿透了食物掩体层，和他们说，这口井月底完钻没问题。知道了啊！大家都加把劲啊，把耽误的进度抢回来。告诉泥浆工，加重泥浆比例。小孔钻进实验，国局长下令进出民都拿下白银滩，你这么干后年半也能干完，这么干完不成任务要不要紧，连标杆队都保不住了。告诉你处长，我就不去学习，我队长都干了10多年了，有什么好学的，现在工作这么紧，队里离不开我，我去不了了。啊，郭一良，
老排长，你得为我主持一下公道。咋了？青哥这小子跟他爸一样爱出风头。说啥呢？没头没脑的。好，我从头说起。哎，老排长啊，有个矛盾需要马上解决，耽误你几分钟。 郭玉良来找我说你在背后搞名堂，把他的队长搞掉了。老排长，这话你信吗？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。青科搞实验是处理同意的，失败也是正常的事儿。郭玉良大发雷霆，我是找李处长去说了这事。李处长说实验是他让搞的，并且支持青科继续搞下去。郭玉良这就不满意了。嗯。 那调他去学习是怎么回事？李处长不让我说，调他学习是想提拔他，让他当钻井大队大队长。他想哪儿去了？啊，那郭玉良误会了。好了，我去找他。老排长，谢谢你。学啥？谢谢你让我和田科在一起。 我找你是来解决青科和郭玉良矛盾的问题，不是来听你谢我的。这句话你可以不说，我也可以不听。不谈，没什么好谈的。郭队长，工作上的事儿，你说深了说浅了，我青科不往心里去。可你说我为了出风头才搞这个实验。 我不能接受，我只是想改进技术而已，根本没想出风头。你不想出风头，试验要是成功了，算不算你的成绩？有了成绩，领导表扬了你，领导表扬了，你当不当先进？你没想，你小子太虚了，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，我怎么都不相信你。 你想这回事儿，郭队长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得说了。对，就算我想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是不是为了出风头？去创造成绩，去争取先进，这叫出风头吗？啊，这叫出风头。那你、我父亲，还有我大这辈人，创造的成绩更大了，这是不是出风头呢？啊，郭队长。 咱们这个队，从我父亲第一任队长起，几乎年年是标杆队。你们这些队长，年年是局里劳模，这叫出风头吗？这叫出风头。那我觉得出对了。没有你们的成绩，能有克拉玛依的今天吗？为了克拉玛依的明天，我们还要出风头，出更大的风头。我讲不过你，不跟你讲了。你讲不过，我就说明你理由不充分。 我就是不讲理，你怎么着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爱上哪上哪去，我这个警队不要你了。郭叔叔，郭队长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警队不是你的，你根本没权利撵我走。我不会像壮子哥那样跑了。我岳清客哪儿也不去。岳清客，你不用跟我叫号。 警队不是我的部下，可我让你这么干，你就得这么干。我不让你这么干，我看你这么干下去。嗯，老排长来了。来了。咋回事？ 你跟一个晚辈叫啥劲啊？情况我都了解了，你没道理吗？桂良，我看你是倚老卖老，觉得自己吃苦受累那么多年了，有功劳有苦劳，江山打下来了是不是？小辈们在你面前就得毕恭毕敬，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就翻脸，是不是？ 你了不起啊，郭玉良。
可你别忘了，你活不了200岁，你早晚得退休，你早晚得入土，年轻人早晚得挑大梁。 趁咱们现在还行，你不去扶持他们，倒去打击他们，你这算啥？人老了有两种下场，一种是让人提起来就骂，一种是让人提起来就敬重。你要做哪一种？咱不看别的，就看在小豹子的份上，那是一起枪林弹雨滚出来的战友。 你就不该这么对待他儿子。我看你真是混蛋了。他们在背后做手脚。谁在背后做手脚？不背后做手脚，处理怎么调我去学习啊？学习是坏事啊，那怎么不调我去？学习回来让你干什么，知道吗？让你当钻井大队的大队长。 就你这样子，还当大队长的，我看该让你去烧锅炉。这衣领咋那么脏啊？ 跟我说说，我该怎么才能学会忍受委屈啊？我知道你这辈子受的委屈太多了，你咋忍过来的？谁愿意受委屈啊？但如果你受了委屈，别人就不受委屈了，或者能把工作弄得更好，那就不是受委屈了，那是在做好事儿。行了。 问题解决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去哪儿的？回科巴井。大，你不回去看看娘啊？我把你娘托付给你大刘叔了。大，啥？我娘委屈啊。谁不怕你大呀？我也怕。哎，娘，你也不要不高兴，理解他啊。他愿意在科巴井干。 你就让他干几年，再过几年，等他退休了，他不回来也得回来，是吧？就是娘，我们都会尽量在家陪你。我爱你们大，爱了整整一辈子，爱得太累了。 娘，你要跟大刘叔结婚？说让你们大刘叔来照顾我。娘，你要跟大刘叔结婚？这是间卧室，这还有一间，带阳台的，卫生间、厨房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过去连大地主也住不了这房子，厕所都在屋里。 冬天都不会冻屁股的，大刘，你这科长当的待遇蛮高嘛！哎，郭局长说了，这是第一批楼。
将后来的5到8年之内呢，全局的职工都能住上这样的楼房。你将来退休了，也可以分一套。我就算了，一个人住那不行。领导对咱们这批人呢，还是非常关心的，非常照顾。我把我和天可的事呢，给郭局长说了。郭局长一开始感到非常意外，不相信。我说这事我能撒谎吗？他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说，我想在这样的新房子里娶天可。他说行，分给你一套。这样我就分到了一套新楼房。天可来看过吗？没有。我想把这个楼房弄好了，把它往屋里一请。房子是不错，缺少家具。哎，这么着，你去弄点木料来。你会打家具？不知道吧？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我从14岁起就开始学木匠活，要不是当兵，我早成了鲁班了。天可要嫁人了，我给她打家具。哎呀，我这心里怎么那么难受？老排长，你去把天可请来吧，我怕他不满意，就是发脾气也冲你，反正他这辈子没少给你发脾气，你也习惯了。哎，大刘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个好，帮人帮到底。他要是不满意跟我发脾气，我不跟他生气，我就微笑着听他发脾气。你先回避一下，等他发完脾气你再来。谢谢你老排长。谢啥？我这是为他好，医生不让他生气。进来吧，门槛背这个手。这就是大刘的新房吗？对，你们的新房，这些家具都是我打的，你看满意不满意？杨大师，你行啊，还会打木匠活呢。咋样？不咋样。好几户打有些生疏。当初我们村的大地主孙大头嫁闺女的时候，他的大衣柜、炕柜还有梳妆台
都是我跟我师傅打的，孙大头很满意，还赏了我们两块大洋呢。行，那你也想想吧，你看看我应该赏你点啥。你以为你背这个手就成了大干部了？看啥都不顺眼，还赏我个啥？赏啥？到时候赏我块喜糖就行了。过来试试这消防椅，你看，我寻思你爱看书，捧本书坐在这椅子上，轻轻地摇着。多逍遥啊，赛个活神仙。来，坐上去试试。别碰我。哎，天刚，我告诉你，不能生气哦。好，我不生气。我倒是要问问你杨大水，你给我做这些个家具，你啥用意？啥用意？我能有啥用意啊？一片好心呢。一片好心？我看你坏。我坏？你老说别人肠子不干净，我看你肠子也不干净。我咋肠子不干净了？好，你肠子干净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圣人，是不是？你杨大水可以做你的好人圣人，你用不着拿我往你脸上添彩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你少心事我给自己买好。我摆啥好嘛？我是对你一片好心呐。我你狗屁个好心！你还给我做起媒来了？你以为我天可嫁不出去？我离了男人我就不能活？你杨大水操这么多心，你不就为了证明你自己吗？也亏你想得出来，你还给我打家具。行，你打家具，你杨大水还想干啥？我结婚你去不去当伴郎？田哥，你别生气，你咋就不明白？我这不是好心好意的吗？好，你好心好意，你杨大水好心好意，让你的好心好意见鬼去！是我不好，又惹你娘生气了。大，娘心里只有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硬要从娘心里走出来，娘心能不疼吗？顾大妈，我娘怎么样了？你进去吧，和天哥好好谈谈，然后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。你们娘没事儿，幸亏送来的及时。
天可离不开杨大水呀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我跟你有仇啊，你咋就忍心这么伤我呢？别哭了，天哥。这就是我杨大水的命，命。啥命？杨大水就那么信命？杨大水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别哭了，你的心已经有毛病了，就不要再伤他了。你怎么伤我的心都可以，就是别伤自己了。伤你的心，你伤个狗屁心。我的心伤成啥样了，老天知道，老天知道。我问你，你心里有没有天可？杨大水，你必须回答我。大姐，你怎么也跟田可一样长脾气了？你是不是故意伤害田可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你这叫干什么？不是故意的，这种事儿别人怎么做都能理解，那就是轮也轮不到你吧？啊，哎呀，为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媒人，哎呀，我还没听说天底下有这种事儿。我是想，反正我跟田可不可能了，他还年轻，大刘这人也不错。你总觉得小豹子是为救你而牺牲的，你娶了田可就对不住小豹子了。大水啊，可你想没想过天可的感受啊？啊，如果小豹子在天有灵，他希望看到田可这样痛苦吗？小豹子要是真爱田可，他就会希望田可能够得到幸福。我认为现在问题不是小豹子，问题的关键在于你，是你太想做好人了，是你太固执了，你的这种固执已经达到让人无法信服的程度了。为你难过，你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忍受着寂寞，你应该有快乐幸福的生活，可你没有。你应该有爱情，可你也没有。你却一天天老了。你这孩子，本来我心里不难过，被你这话一说，我倒真有些难过。秦可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熬得过寂寞，你大我也熬不过。
可我不是海口科巴井吗？那山坡上不是还躺着我最亲近的人吗？没有这两样，把我扔那戈壁滩上两天我都熬不住。你要去问别人这几十年都干了些啥事儿，大概没人说得清楚。可你要问我，我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。我守住了一口油井，守住了战友们的英灵。你大没白混，大事小事，你大是在做事。人总有一天要老，要死。等我老了，死了，后人说，有个老杨头，大半辈子守了一口井，也许他们不理解，但他们不得不佩服。想想这些，我知足了。大，我服你，你给了我把尺子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像你那么好，但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真正苗不歪，我信这话。你那年轻的时候就想当钻井工人，可如今你已经是钻井队长了。小红以后在地质上也会有所作为，就差你哥了。这混小子一走，连个字儿都没有，他他妈的就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惦记他。大，壮子哥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是您儿子，壮子哥也是您儿子。我们能出息，壮子哥也能出息。嗯。那我就没什么遗憾的了。郭局长，怎么，是不是叫大姐训了？是，您接着训。怎么，让我仰着头看着你高大挺拔是不是？啊？坐下。我不是来训你的，相反，我是来向你检讨。这些年啊，我对你关心不够。局长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好好的，不要您来关心，您管的人和事还少啊。你杨大水在我的心目中啊，是个优秀的战士，坚定的共产党员。战争年代守一块阵地，搞石油，一个人守一口井又几十年，谁听了这些事儿，心里要是不热，那他就是铁石心肠。局长，说这些干啥呀？
这是我杨大水的工作，我应该做的。我今天到这儿来，还真不是说这些事儿。你和田可的事儿啊，我是才知道。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？我心疼啊。你坚守一种信念，一种道德，这无可厚非。可你也是人呐，一个男人人性的一面也应该考虑。更何况，这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你只想着要对得起死去的人，却让活人痛苦，这并不道德。世界上最值得尊重的是生命，最伟大的也是生命。让生命受委屈，自己却坚守着一种信念，这迂腐。你和田可风风雨雨经历了几十年，可以说饱经了风霜。你们这两个生命啊，应该互相温暖，互相抚慰，这才是道德，这才是大情。我的话你听懂了吗？师长，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包子兄弟，这几十年我没有对不住你，可我对不住田可呀。今后我不能再对不住他了，兄弟，就请你原谅了。轻，还是吵醒你了？你睡觉了？真的，真的。